新副本初体验，极海沉舟，好吧。啊，要门禁卡，那你找门禁卡。啊，怪很烂。哎呀，我知道他烦的地方哪了，怪是抓人，那你会烦。冷静应对过，穿过哦，好多哦。哎，他常会倾斜，好玩。然后这副本常会倾斜，哦吼。好可爱哦，这副本。好。调查。荧光草培育罐。哦，难怪你们会说要推进器，就是这个时候要用。舞台上的歌唱假人。哦，鲨鱼。哦，我的门禁卡被鲨鱼吞走了。哎、欸，还我！等下，该不要打他吧？等下是不是要打鲨鱼啊？有点剧，对，有点像剧院，有那个味。搜寻信号。哦，哦，又是你啊！怎么又是你？我以为要打鲨鱼，结果又是他。哦。王很帅，会不会伪王也是之前看过的王啊？又是你，水母脑，不错，下去了。灯亮会吸引怪物注意。哦、oh. ，我干，我干，超痛！哎、欸，超痛！哎，靠腰哦，干、欸、得好痛哦！冰锥地狱啊，这个什么鬼啊？让人想起那个冰锥的可怕，要求我。我本来想说应该还好吧，才六阶副本而已，因为那冰一颗是1700多块，不是700多块，700多，好痛哦。
虎口。鲨鱼，喂喂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，好烦哦！过来！有了，有了。完了，我这个录制不知道怎么走了。这里吧。应该差不多尾尾王了吧？对。觉得大家都打太快了，走也太快了，我都来不及看一下，好好欣赏一下这个副本。我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很路痴的，就有一个更路痴在下面，他走不上来。对啊，这日务本有点像周本欸，它其实是日务本。日务本的不就是要流程短一点，让它打得快一点吗？这个流程搞那么长，搞得跟周本一样。哎，可以走了，耶！搞跟周本一样，真的。还说这个它的设计本来是要做成周本。就周本音太多了，啊，后来就把它搞得没子这样，就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地图，应该就是要打王吧？好了，哦，这个就烂泥怪啊。甲板移动，不然，哎，鹅来救我们了！哦，他直接丢两个炸弹把他炸走，哎，又回来了，哇，他是把他弄得更大只啊！完成，耶、yeah ！